人工砂正逐渐成为我国建筑砂石的主要来源。虽然人工砂的价格低于天然砂，但人工砂来源广泛，容易获得。石头只要经过一些破碎制砂设备加工，产量大，粒形可控，在市场上卖得好。人工制砂利润大吗？资料显示，不同地区一吨砂石骨料价格不一，基本在100元左右浮动，根据砂石的大小报价也不同。基质砂报价总体稳定，略有上涨。基质砂矿石每吨价格在30至60元左右，而基质砂价格在100元左右，每吨利润在40元左右。一个日产1000吨的基质砂厂，除去人工费、水电费等费用，一天能盈利几万元，所以卖砂的利润非常可观。生产砂子需要配备什么设备？生产基质砂，首先要建立砂生产线。生产所需设备主要有振动给料机、破碎机、制砂机、振动筛、洗砂机、带式输送机等。破碎机和制砂机是生产砂子的主要设备。破碎机是用来将砂石破碎成小石块，能满足制砂机的给料力度。制砂机是将破碎机破碎的小石子破碎成粒径5毫米左右的砂子。